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冲浪结束之后，我们跟李毅聊一聊接下来节目的企划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增加一点，就是跟观众的互动，招待他们，哎，两天一夜住宿啊，像最近不是那种住宿很流行，就大家一起全家大小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可是要找到旅店赞助应该会比较难，我不相信你可以找到。我是想做啦，可是我觉得你能力不到那边。如果我们找到了，你愿意煮晚餐给他们吃吗？煮晚餐哦，那很好啊，因为你们也找不到啊。我这会不会太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反而还激励了我们。谢谢幸福星空精品旅店，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企划。我们之前在宜兰，就是你说你有看冲浪的那一集，对，冲浪那一集。然后那时候制作单位就跟我讲说，要他们找到旅店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要就是宴请粉丝们，然后我们又就是让他们就是只要付500块，然后就可以住到，就是可以吃香喝辣，就对，我们就招待他一整天。然后那500块我们还会捐给就是癌症基金会。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没能力的制作单位，哎，我觉得这样很酷哎。我们等于今天的身份就是旅店的主人，旅店经理，我们要帮他们铺床铺，然后就是还要招待接待他们，迎宾饮料啊，然后还要那个做菜给他们吃，晚餐和早餐。哦，所以就是我们完全是我们服务他们，对，我们要整个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因为我们要做超多哎，如果是吐司，然后我就要做超多20份。对，你就在旁边做，我帮你就是加油。不行啊，我们一起啦，加油吧！因为我光想到晚上你要煮20份，我就头很痛哎，很难吧？20份哎，对啊，20，对啊，你说老人料理那也不是我做，是在旁边的是倒沙缸。那你来切菜，我可以切菜，你负责炒菜。好啊，可以，我可以，可以吧，可以吧，还好，可以。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旅店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在在位置就是罗东火车站，然后我们旅店位置非常的方便，它就在罗东火车站的正面，你只要过个马路而已就到了。超近，超近，非常近，幸福星空精品，就过一个马路。好，那现在我们就要马上就去旅店集合了，要开始备料了。小童哥，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李毅，我是李毅。Hello， 我是圆圆，他是圆圆，他是圆圆。那今天就是要麻烦你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帮你的忙。OK， 太好了，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忙了。对，平常就是不知道在这里如果打工的话，因为刚讲圆圆是一个热爱打工的女子，没有打过工。对。她人生最大愿望就是打工。打工，所以你今天不管任何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交代给。拖地也可以，没有问题。是捡卫生纸啊，刷马桶，可以可以，都可以。OK。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做什么？店经理的工作就是从一开始的，从客人进来的接待，接待开始，然后办进房，晚餐的准备，然后直到有一些设施的做介绍，比如今年的介绍，然后使用完之后，然后入住，然后退房，就是那个早餐，然后大致上的流程，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对啊，就是接待。可是没有，我觉得很难的一点是，比如说要是有人问你说，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我会跟他说罗东夜市。可是他说，可是我不想吃小吃。那我说我带你去。如果是远远，我可以。好，那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要做什么？不知道，现在目前因为太多事情要做，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大致上你知道它的流程，然后我跟你就说一下这那个环境的介绍。好好，对对对，环境介绍我们要知道一下。OK， 那我们这边请。来这边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厨房。哦，我们今天在这里准备晚餐。对对对，晚餐跟早餐都是在这边准备。好干净。对。来啊，大家加油哦！到时候我们这边是有讲。酱菜，对，酱菜有脆瓜、笋子啊，笋子啊，对，酱菜。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些热炒的，对，有青菜啊，有肉类。
还大。对啊，比麦当劳还大。比麦当劳还大。讲的没错，比麦当劳还大。是啊，对啊，刚刚客人刚退房。哇塞，而且我终于推到备品车了耶！因为推备品车是这种感觉。对。好，那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整理。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先整理垃圾。垃圾。脏的东西都先把它整理完。再来一个，垃圾整理完之后，我们要把脏的被单、然后床包、床单、枕头套、还有浴巾，所有使用过的全部都要把它换掉。开，我先放旁边，先放旁边，开始套床包的部分，这边先拿开，我们正常人就会这样子把床给稍微拉出来一点，然后再来，我们再把其他浴室里面的毛巾都放在里面，然后再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对，把它卷一卷，卷一卷，这样子 ，OK， 算对一包，怎么变这么小包？就是这样子。然后把毛巾换掉，对不对？干净的，好的。再来床包，我就这样拉钩，对，就把它拉钩，从那个角落开始上拉钩，对。枕头就比较有点技巧，枕头因为它是羽绒枕，你在套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压扁一下，不然的话你会套不进去，因为它的表面是有点粗，所以会有点摩擦力，恭喜你这样子套起来。哎，很平哦。打开好之后，把两只手伸进去，往前方走，有两个洞，再抓这两个角，换一层。哦，好方便呐。对，后面这边也是一样，脚对脚，抓着，好，抓着，之后拉平，拉平。这里 ，OK。好平哦。就这样子。全体注意，全体注意，演员要示范了，演员要示范了，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那先像这样穿袜子这样后，是不是？对对对，我可以用脚夹。你刚刚是在讲重点。不是，他用脚夹就不会不会对他们不尊重？没错啊，你说对枕头巾吗？就是我拿个枕头啊，我来吃你，对我不尊重这样吗？这样。一定，我一定跑进去，相信我。你看啊，我在家都这样。好的。有。有没有？这脚对好用。你对好啊。把这脚压住。然后塞进去就好。反正，那个枕头，等一下那个小虫盖会重新再拿出来。哦，我知道了，这样宽才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压那一面，然后就是背面上，然后把头发拨开，就那种，我们要给粉丝点福利，好不好？这样子，然后将球过去啊，再不行吗？他最后一个动作是丢过去，差不多。我们应该要花短时间把它用好。我觉得在15分钟以内就可以用好，我觉得可以啦，很简单啊。对啊，那首先我们先把我们刚刚学会的床最简单的我们先弄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去就是整理厕所，因为这间房间呢，应该是一对情侣住的，然后他们没有把房间弄得很乱，所以我觉得对看起来蛮干净的，所以主要就是床。那枕头给我，是保洁垫吗？对，是保洁垫。我们是不是用反了？没有没有没有用反，那是 OK 的。可是它这旁边会撑住哎，等一下，我就没有没有，因为它的床现在是有弧度的，所以它一定会这样，哦，对不对？如果等一下弄平的话，它就是吧？老板没错哈，它现在床有弧度，所以它一定会浮起来。好，真的应该这样子，因为幸福星空是这样。一定要在自己的腿这里的时候，
有，就不自觉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吗？不会啊。装反没关系，不要跟他说。装反是要拿起来再装，折进去可以吧？我重新装。好，没关系，我等一下去洗厕所。压扁。OK 吗？可以，应该可以吗？那我先去洗厕所吧。好，可以。我们要棉被，我被子，那我先去洗厕所。那你把被套帮我放床铺上。好。两个洞。好累，甩这怎么累？我先洗那个好了。因为等一下湿会湿掉啊。洗澡，然后洗完就开始洗。每天。对啊。这样可吗？可吗？不可，哪里不可？比如说整条线在压扁，让它更立体。你说这个好好演员，枕头。洗澡的时候要洗，因为如果你看像这边很多人的家里，就是平常刷牙其实都很多垢，但是大家其实基本上都不会洗到这边，所以每天都一定要那个，每天这边都一定要放一块小块的，然后在旁边就是刷完牙的时候顺便刷一下这里，这样子你的浴室就会每天都很干净。我先闭一下，我先闭一下。我有看过自己是这么勤快，跟那么紧，从头到尾不放过任何一个角度。每次都是拍我都不想拍，然后说好了好了，这个可以了，自己喊卡。你不要打扰他们，交给他们两个。我们去窗边坐着。我去等他们，还对话。录影可以对话吗？不是主持人自己的玩头秀吗？对话是合理的吗？我先泡杯茶，我有点累了。好，快好了。哎，这样子的话，会有很多那个居家清洁的店长。哎，我以前都会去帮。别人打扫家里，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可能妈妈的朋友啊，然后家里要打扫就会叫我去，然后一个小时才给我125块，不行啊，那个清洁公司都不是这个价格。真的哈，我现在才知道，对啊，我以前每个礼拜都会去帮人家打扫，哎，有名片吗？我没有，不是，想拿有没有想拿？我只是单纯以前我妈妈就是不给我打工，然后我就想要去赚钱。他就说，那你就去帮，就别人打扫家里这样。对呀，我那时候就是他都要我3、4个小时打扫很干净，然后最后结束之后赚。
500块，不行，一整天停不下来。我以为这是正常的，有可能会失心吗 ？OK。都已经来了，我现在就要把房卡给大家了。首先是王小姐两人组的王小姐，欢迎欢迎，说谢谢。等一下带你们上去看房间，稍等我们一下。谢谢。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带他们去看房间，毕竟我们今天那么辛苦整理房间，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房间是我们打扫的。嗯，非常漂亮，让他们。给他们看看我们打扫房间的能力有多强。好 ，OK， 走。这是我们打扫，从来是我们铺的。对，这么厉害，拍照。我没有借你的浴缸，稍微拍个照啦。就是里面有一些袜子的棉絮，你们有用？OK，OK。对，所以就好想要我们房间。谢谢。这个男生是今天的房间，两张 King size 的双人床，我相信应该很 OK。然后这个床也都是我们。你觉得还 OK 吗？你觉得对于你可以躺躺看这床好不好？你们现在马上躺上去，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体温。对，我们刚刚躺躺看，我们刚刚还这样子。对，不是你，我就不会洗澡了，好不好？然后自己的 view 都非常的好，你们晚上可以看。拍的非常的巧妙，还不错，还不错，对不对？还不错。我们给兄妹浴缸外露那些，然后给那个妈妈和小朋友，就是可以看很多车子的，因为那个小朋友喜欢车子。重点是那三个男生的，我也觉得蛮适合他们，蛮适合他们的，他们感觉就是很适合那些房，我也说不上来。但我们有稍微威胁他，不可以把房间弄太乱，要不然我们两个会生气，会气噗噗哦。圆圆，我们可以用很气哦。对，我要快睡着了。对，好，你要睡着了。我跟你讲，接下来困难的开始。我要休息一下吗？我要去买菜了，我要做晚餐。不用早啊？有，因为要买菜要备料哎。现在起步还算晚，六点就要开始，现在已经两点了耶。可是我要睡觉。不行，睡，去买晚餐，赶快走。去看神秘嘉宾，不要被吓到哦。好，是一群小孩吗？很青春洋溢的 feel， 你有觉得吗？而且他们好香哦，自己散发出来的，是真假的？为什么要这种味道？那我闻，你把头抬起来，我闻。你为什么要闻一下？因为我没有，因为通常散发味道都从这边来，不是吗？我闻一下，对，我闻。嘻嘻哈哈了，对，谁会做菜的先举手。你们怎么举一半？是雅慧吗？你会吗？我会。你会做菜？我会。那大家质疑你，大家没有看过我做菜。暗黑料理，他真，你真的会吗？会。他都吃泡面，你都吃泡面？我没有。你偶像撒谎。技能，你会，你吓吓他，你会什么？麻婆豆腐。哇！
千块够吗？二十人份哎，二十人份，小气哦。还要想一下要抓什么多少？我们要自己买米。对，我们要买米。他们应该有米吧？是吗？有。二十个人1500，我们一个人超便宜。对呀，我们看到有些小吃，我们要买来吃，而且回去买搞不好也可以加餐。你说那种凉拌菜有小黄瓜，就买小黄瓜，对不对？他如果菜市场有卖那种凉拌菜，就可以加减买一下下，觉得好像还不错。搞不好还买个甜点，一人一碗豆花。哇，一碗多高？豆花一碗50块，520，就1000了耶。你要再多给一点预算啊！真是的。可是我们是炸鸡，然后炒空青菜，然后咖喱嘛。对，你是高一菜炒牛肉，那你就是高一菜炒牛肉面。牛肉面，你确定你会酱爆？酱爆牛肉。炸鸡，然后葱爆牛肉，然后咖喱饭，然后。然后荷包蛋，然后你是高丽菜，好，那现在我们来到菜市场，我们已经分配好，大家已经知道买什么，知道吗？我刚刚提东西，对对对，因为我们那里有菜，对对对对，买什么？我要买鸡肉，鸡肉鸡肉你呢？我买菜，买菜你，我要买红萝卜。马铃薯、洋葱，对，红萝卜、马铃薯、洋葱，好好好，那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哈，知道了，从菜市场前进，好，现在我们看起来，啊，我猜。辣椒好多哦，啊，马铃薯，马铃薯，这四颗马铃薯就好了，对，这一篮50，对不对？洋葱也拿一篮好了。哦，看起来不错的洋葱，是表面没有太差的，没有软软的。好啊，那等一下可以再看我们这个。这个看起来蛮 OK 的。那先买马铃薯可以啊，还是这个？那先马铃薯好了。为什么这个不敢下决定？我不敢来，我怕买到不好的。可以啊，摸起来是硬的，它里面就是 OK 的。好，那买这个。谢谢。那个提重物的。都给我，都给我，准备好了。对对对对。哎，这个细罩杯的，这个硬罩杯的啊。我要一颗，这样两颗够吗？还有萝卜，对不对？对，红萝卜。可以啦，大神，啊，这三斤，这三斤来，咱个六斤，把我们生态收收啊，哈。萝卜、马铃薯都洋葱买好了。萝卜还破洞，好，没关系。高丽菜很贵的高丽菜也买好了。然后还有什么？鸡肉。鸡肉回去顶好买，因为没这里没卖了。这个它好像还不够，还要再多。可是这里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去顶好买马铃薯。好。好，那我们好了，我们要回去了，走吧。好。Forward, where the
that plays in bad Nirvana. When it's time to work a new toy, and no one knows how to move it, I tell you that it's all possible. Always you're swimming through it. Sunshine of sheep, jumping right on into it. Just a little. 这里有嫩姜，你要嫩姜还是老姜？But I'll float your boat when you get tired. 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加在肉体味。你要老的还是嫩的？都买它。那老的，那老的好了。我记得老姜是另外几张。哎，没有，那种是另是可以的，这种也还可以拿来爆香味的，应该是这样没错。好，我其实也不是。那嫩姜的用处是？也是姜，都是姜，对对。好，谢谢。买了肉丝，等一下可以炒三斤。对，还有那个你等一下，米娜要首次去骨的鸡腿。我没有自己去过骨，我之前都是买去骨的鸡腿，可是他没有去哈。所以等一下加油。对。还有咖喱，有一个甜的，一个辣的。这样够20了吗？哎，对耶，够了。一份应该是12盘，这个一份有12盘嘞。24个人可以，非常好。喜欢香菜，对，是呀，怎么会跟他一样？怎么开始了？这个厨房看起来，今天好像有点许多人，不会不会，厨房好香的感觉哦。来，我买了，你要很高兴。来哦，大家加油！这么多东西，但是写的不够啊！耶！我跟你说，吃去了，你说不要，我不要你，我想留在这里，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不要那么，我好不容易进厨房哎，开大点，因为他们很多东西要煮。把洋葱再炒热，先给它泡一下。要把它油大，放在蒜下方，还有蒜的后面。先问一下。
蛋可以下了，下到不行。幸亏他们煮菜的不会，他们越煮越好吃，不会。没有，我们就说给一碗，等下去罗东夜市吃。我们有留一点味给大家。对啊，不然来罗东干嘛？就是逛罗东夜市啊，有夜市嘛，其实。你只有蛋是比较好吃。我刚没吃蛋。哎，我说真的，我没有看过有加蛋的，这是我第一次。我跟你说，只有我会特制蛋，真的很好吃。好像通常都是好了之后放滑蛋在上面，对，包蛋。对啊，我之前没有，我想说那个炒蛋是怎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式哎。我跟你说，一定要蛋，没有蛋这一锅就毁了。我跟你说，我觉得味道也要再重。你觉得要再重？每次那么重。你问玛丽亚这样够不够？那你们过来试一下。玛丽亚，你觉得要再重吗？我刚刚觉得有一点淡淡，再浓一点点，那是不是可以再去买一块？一定要买。日本人口味。日本人就好吗？日本的很浓。日本的是狗到不行，而且很好吃，对不对？对，然后很好吃。那我给你经费再去买，你们再去买一块，买两块。两块，你知道在哪里？我在哪里煮方便？你是想出去走一走？怎么样？然后我就买什么？我要买饮料给你哈。你要喝什么？可乐。不要我们刚刚高丽菜明明就不够咸，对，我也觉得没有很咸，而且觉得很咸了，我也觉得就是要当摄影师，摄影师要好好当摄影师。女神的味道，你可以吃吗？可以啊，擦很的话是这样，再放一行，真的真的，我常常去日本吃咖喱。可是会不会太咸？不会，它就是要勾到一个很赞，然后可以拌。那今天呢，就是除了演员陪我之外呢，还有 AKB48 King TV。然后陪着吧 ，PPP，PPP， 然后陪着我们，我看他们是 AKB48 的台湾团，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潜力的小女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多给他们鼓励，谢谢，谢谢。哇，全名好长哦。味道怎么样？就是缺点就是太好吃。
那你觉得对于这两天一夜，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发现就是当旅店的经历其实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哎。你要统观整个事情，当你真的去各行各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行业呢都很值得尊敬。所以以后要留那个评论要留好的，绝对不能留不好的。没错，来上我们节目呢，就以后就会变成好客，不会变傲客哦。就会发现每个行业都很辛苦，好不好？对啊，超辛苦。我们开放报名来上我们节目，让傲客变好客，赶快告诉你身边的傲客吧。有。所以这一次的旅店经理成功，成功耶！这么早又来宜兰，然后又有两台摄影机对着我，肯定没有好事。自从三点之后，我就没那么早起床。哎，今天三点半就起床了，不合理吧？我好不容易去一趟越南爽，然后这时候要发我三点起床。你不知道上了年纪的轻熟女需要一点睡眠吗？你放那么早干嘛啊？而且还来宜兰吃早餐，为什么要来宜兰吃早餐？因为宜兰好山好水。我才不相信，一定没好事、啊、而且你约我一个人吃早餐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要约他们两个啊？奇怪耶，你跟你们两个什么事啊？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来啊？就是陪你吃早餐。谁要你们陪啊？奇怪，我们这节目不跟那嫩妹吃早餐好不好？你满二十五了吗？快了。那你留下，你满二十五了吗？可以。快十八了，快满十八，先跟你 say goodbye， 先走。他是宜兰人，他是宜兰人哦，所以你家在附近。对对对，这么方便。对，你该不会还是骑机车来的吧？我自己过来，自己跑通告，然后骑机车，好心酸哦，有没有？因为我们三个来吃早餐。没有，我们是约你来帮别人做早餐。今天要来帮忙那个早餐店的。展演阿姨不需要我帮啊，她很厉害，对呀，展演阿姨都超厉害的。对，展演阿姨是妈妈，你知道妈妈都超会打蟑螂，记忆力的，对不对？对对，抓老鼠啊，然后什么被油烫到都没关系。我们不能细皮嫩肉的，我们看看好啊，厉害了，你要怎么办啊？没办法去做，吵到门开了有没有？真的是，而且还挑一个高山前面，生意高，生意超好，这注定要忙死我们吗？对。好，那我今天就指派任务给你们两个，我负责陪客人聊天啊。哎、我们早餐店要有特别的服务，好不好？陪客人聊天，拱住客人的心，对不对？对。好，说了，都回答快一点了，奇怪，还没醒。做早餐，还有去做早餐，你们两个十八岁还能去做早餐？一起去啊！我要火腿蛋。助手吗？你确定？而且到底谁许你们自用的？我不是运费啊！你有卖这个吗？我要一份。谁是一份？多份？你跟我不是运费啊！经纪人，给我掏钱出来！我谁允许你们自用的？竟然贴在阿姨的早餐店里面！谢谢阿姨，真是太过分了！阿姨，我们来帮你了。你上次不是说你最会的就是煎荷包蛋？对啊，我是阿姨，她煎荷包蛋得过冠军，全台第一名，台北市荷包蛋大王。不要这样说，你不是说你会煎荷包蛋？我会害怕。那你会什么？你会什么鱼形？我会打杂，我会擦桌子。洗碗啊，收盘子，收盘子可以啊，收盘需要，因为早餐店很多内用的客人。盘子，赶快去收盘子，快来！盘子，收盘子 ，right now， 收盘子，雨欣加油！你现在就开始，口袋有零钱，赶快现在就开始来，顺手就发票。哎，怎么这么快就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我们早就开始了。哎，阿姨，盘子要放哪里？装盘子，装盘子。我们要分类哦，好，分类。垃圾丢这边，垃圾丢这边，分类的东西放这边，回收放这边，哦，纸碗放这边，就是堆积在这边就对了。好，早安，早安，新
辛苦了，他们是 AKP， 那边有我们的单曲封面，谢谢。赶快唱一段，赶快唱一段歌给警察加油，快点！悄悄地充满下一片金色。你还没开场，还没开场，是不是？还没开场。好，警察加油哦！加油！辛苦你了。我们好适合当拉拉队哦。我们就在这里帮大家加油，我们就不要做早餐了，我们在这边一直唱你们的新歌。你们新歌叫什么名字？看见夕阳了吗？天哪，我不适合早上了。看见日出了吗？谢谢。来，谢谢阿姨。我教你们跳早餐。着装，好好，倒饮料，倒饮料，来学习，来学习。红茶，红茶就是红茶。如果它要热红，一定要一点冷的，然后再加这个热的，那是热的哦。好，没问题。然后这个奶精按下去，哦，三秒，你数到三，好，三秒，好，没问题。等一下，两个。哎，你没有遇到这一个在外面收盘子，好，递早餐给客人，好，然后一个在这边就是倒饮料，然后偶尔我喊的时候说有客人哦，那个外带的，我会跟他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如果他喊一个是有萝卜糕，那我们这边会有外带的很多袋。那你就要跟找一下哪一袋有萝卜糕的，有写是不是？有写哦。那你就拿过来，价钱多少就跟他们收。好，收钱，给我两个。哦，我不要碰钱，太重要了。可怕，可怕。队长，队长。那饮料除了红茶，还有奶茶，还有什么？豆浆，只有冰的，热的。冰的在冰箱来。冰箱。你看哦，掌柜的是鲜奶茶，鲜奶，小鲜奶，还有豆。咖啡、豆浆，好多。等一下会拿。还有柳橙，好。三角形的是绿茶。绿茶，无糖绿。没有有糖的。有糖绿茶。哎，好。这个大冰奶、小冰奶，然后是鲜奶茶。鲜奶茶，我很担心哦。等一下我喊你就拿过来。好，没问题。我这天气不要喝冰的啦。对啊，喝热的我们现倒给他们。对啊，喝什么冰的？然后我们要倒豆浆，我们要预备，因为等一下学生会很多，就是我们要多一点。对，就是这样子。好，九分满，满杯。你跟我的内衣一样。拿要这样子。我怎么送啊？这样子。好，然后放下去。哎，按这个吗？按这个，按绿色的。对，好。然后拿起来放这边。要戳洞吗？不用。要写字，写字，写洞。哦，会写。好，我先来试试看。阿姨好忙。对，阿姨好忙。阿姨好忙。谢谢秀玲。先装好。我先招呼客人。好，写个豆，然后画个爱心，给他充满，就是豆浆，拿到这些豆浆的民众，这是我装的哦。爱心早餐，对，满杯豆浆，是应该再签一个名啊。太幸运了，可以。客人要红茶，所以我先到红茶。红茶，热的吗？对，温红茶热的，就是加一点冰，再加点热。哦，这个我会，这个是冷的，好，冷的差不多，因为比较冷的话就。好，画个爱心，1/4，对，内用的就不要太烫，好，那马上加粉，我帮豆浆签名哎，有点可爱，太幸运了吧，好可爱哦，那我每个人都要帮豆浆签名，那我可以喝那一杯吗？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打扰到他们，他觉得很烦，对，等一下帮我送给他。那位小姐，红茶吗？对，要帮他写字吗？要帮他插吸管吗？让他自己插。哦，好，要帮他服务也可以。好，来，去服务人家。是啊，不，你的红茶。没有我的，不好意思，要帮你插吸管吗？不用，谢谢，谢谢。你怎么那么尴尬？你干嘛害羞？你干嘛尬什么？豆浆。我们差不多准备六杯，很容易可以继续倒，好，这里只有4杯，有人在旁边。OK， 好，豆浆要选，好，三，做这个，真的，要做，要做，然后再夹这个，要去吗？他不要番茄酱，不要番茄酱，洋葱再多一点，好，然后猪肉在这边，猪肉。
哎，五加蛋，五只加蛋几个？不止，这个做起来，五加蛋几个？来，你兄弟啊，我帮你装蛋哦，装蛋，它还有双蛋，对，这个你拿到特别版的，它是我们，这个是我们 AKB48 亲自的，大家看哦，好。也是中三分之一，而且到先奶，对不对？嗯，对。好，那我不用等。来了，找多少？找五块。好。无糖豆一包，哎，无糖豆，无糖豆，无糖豆，我知道。我给他填好了，我给他填谁的？啊，好，小心哦。七点二十分的外带，来，七点二十分的外带，七点二十分，等一下外带哈。培根蛋吐司跟香气蛋吐司。我帮他装瓶外带，我帮你吸管要盖，这个，好，好。是上面哦，是。阿姨，他的多少？你的那个五十块，谢谢。七十吗？七十。小鸡块。一个小鸡块跟奶酥吐司。好，小鸡块，刚才那个。好，我知道。小鸡块。这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好，好，你换了没？刷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来，我加多少？谢谢。阿姨，他的多少小鸡块？这个小鸡块几只？还有一个啥？你这个不是我。这个啥？鸡块上诶。这个薯饼，薯饼我跟你讲是这个。薯饼蛋。薯饼这个。哦。啊，这个好啊。好，对，好，然后再煮薯片都给我。放下，放下。小温奶，小温奶，小温奶，小温奶。阿姨，这里，来。谢谢。哎呀，我一起女主角发发了。这里是奶酥，这个，我刚刚装的，它还有一个这个吐司。培根，对，一个薯饼，一个培根，一个香鸡蛋。哦，对，那边还少一个，对，还少一个吐司。对，蘑菇面，一个小肉豆，小肉豆，哎，五，要放什么蛋？小肉豆，15个，拿起来放下去。二十五个煮好了，这样放这边，这个拿起来放下去。25个，15个。等一下有空的话，这个帮我擦一下。好，没问题。这个我刚才又没了，一打又没了。我直接拿给他。对，收好命。25个。送5个。有电话，有电话。喂，苗美，你好。小姐，蛋饼多少片呢？我也有送给你了。哎呦，我帮你接电话好不好？然后我帮你写哦。哎，你要得放吗？那边要得放吗？我挑战接电话哦。啊，这边好像收到。要加半熟荷包蛋，半熟荷包蛋。OK。这个好了。半熟荷包蛋好，这个是内用吗？外带，它的蘑菇面，对，蘑菇面，加蛋。这哪一桌？半桌结账。半熟荷包蛋哪一桌？虾饼。三桌。它擦掉。两个蛋饼，两个鸡块嘛，对吧？30、40、70。这个再加半熟，不知道是不是外带。这是外带，你怎么给外带贴了？三十四十七十七十。
两杯饮料哟。大哥，这个是外带的。啊，是外带的。对，海外面。第二名的外带的。海外面的三明治20、50。海外面三明治20、70。来，这边80。你要？哦，他的是那个小肉粽吗？我是另外带的。他是外带。对，好，我拿。看玻璃才是拍摄。那你的是10块，他们要10块，10块。我不知道呀。哎，这个要60。嗯，60块，加50，小肉豆25块嘛，哈，25、50、75、75、85，这个小肉豆。85吗？还有什么？手快短，20。什么都可以加。大冰啊！大冰啊！大冰啊！冰冰奶在下面，冰奶在下面。大温奶来喽！大温奶。那我要再继续装的。对哦。哎，不买了，不得了。温奶前面。温奶。这个它是这样的，这样的。红茶没了。哎，他目前都没有用的。我还没有在那边用的。啊，在那边用。吸管。快收，快收。吸管。25。要饮料吗？不要。这两个就好了吗？饮料吗？谢谢大温奶。大温奶。大温奶。OK了，大温奶。阿姨，我要接电话了。喂，美人美，你好。啊？鸡块吗？鸡块两份吗？鸡块两份，然后要番茄酱。好，然后。哎，那我请你讲话，有点小声。奶酥，厚片还薄片？好。还有呢，小冰红、小冰奶，好，就这样啦。好，大概还要10分钟哦。哦 ，OK， 好好，谢谢，拜拜。哎，来这个装起来。好，谢谢。大家来个15块，这是15块，你看什么？好。这边看大冰奶，这边。小黑看一个。这是大温奶的，大温奶、小温奶，这个要不要？大温奶、小温奶，多少钱哈？40。可是没有这个了耶。这个没了。喂喂喂，我两个电话。三杯温豆浆，厚片，11个蛋包，好多。OK， 11个蛋包，那个大订单。那我都一个一个先把它打开哦。你怎么喝完？对啊，怎么不喝完？
送，谢谢。好，哪一边？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吧。男生。这个吗？请拜人，请请请拜人。你要点早餐吗？要，谢谢你。55块。好，谢谢。不急了，傻眼！刚刚你们有看到一大坨学生吗？你有看到吗？摄影机？对嘛？你这时候点头摇头，不配合我，真的是哦！我们三个待在那边一小时，完全没有空闲时间，而且你一点都没有感觉过了一小时，就是时光飞逝。我大概装了有没有100杯饮料？应该有100杯饮料。我现在看起来这里是不是起雾的？看起来很专业，是不是？有没有一种专业？哎，我拿掉了，有种专业感。哎，我应该装了有100杯饮料吧？我来跟大家统计一下，早餐店卖的最好的是小温红这个时间。接下来呢，就是小温奶，然后大温红、大温奶，然后少数人喝黑咖啡，加薏仁浆这样子。然后，再更少数人呢，要满满的冰块的红茶，我帮大家统计出来了。大冰奶比较少，最多的就是小温红。我以为早餐店奶茶会是首选，想不到竟然红茶什么时候独占了龙头，占了早餐店的饮料市场。这边的红茶比较好，对啊，有可能。那我先要去偷喝一杯。偏甜，香吗？卖一下，其实还蛮顺口的啦，对，蛮顺口的。哦，算浓，因为有些早餐店红茶比较淡，但他家早餐店红茶算浓，但是因为但比较就是正常的甜，可是因为我平常是完全不喝任何甜的人，对我来说就会有点太甜。刚刚那一段很像绕口令，对不对？没关系，你可以不要剪进去。先放着啊！我要收桌啊！这我要收桌啊！谢谢慢吃的，谢谢慢吃的。多久了？结束了吗？结束了！结束了！上课钟响了！上课了！听到上课钟响，好开心哦！我最喜欢上课钟响。大家现在来了都迟到了。挑战早餐店，然后有客人要烧饼、米粉和薯饼。职业病开始进来了，就是记在脑袋里有没有？要饮料吗？职业病，职业病。你觉得感想怎么样？我觉得很像在玩游戏，就是用开店游戏，开店游戏，好玩。一天的话蛮好玩。对，当你每天都这样，对，会觉得很累。那你觉得嘞？这位？装饮料的达人，我觉得装饮料跟收盘子，你觉得有趣吗？觉得蛮有趣的，因为第一次就是负责装饮料，对，负责装饮料。然后今天第一次来的时候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很熟练，所以很快。然后我就，而且他们没有在让我们，就是马上说，哎，你刚装起来，你要问他什么什么的。对，他们没有把我们当行，对，他们没有把我们当真的认真把我们当员工。我们有一个团队的人，是你们的粉丝，这边刚抠脚的那个，但是他是你们粉丝，所以他会一直发你们。那我们下次跟你们一起去玩，你们赶快现在过去跟他说，谢谢你，大鲁哥哥。这个可以吗？可以，快过去跟大鲁哥哥说谢谢。帮大鲁哥哥擦嘴巴，擦嘴巴，帮大鲁哥擦嘴巴，还帮吃饱，帮大鲁哥擦嘴。越南 please。 对，我们下次要一起开心的出游哦，好不好？不要再发我们辛苦的工作了，谢谢大家，谢谢，记得要订阅哦。今天的组合是第一次，我们是一曲录影。一曲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再重复用了。为什么？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是比翼双飞，如虎添翼，对不对？双飞，
比翼双飞啊！哦，我们两个翼嘛，对啊，我们两个都有翼嘛，比翼双飞，如虎添翼了，对不对？真的哎，有叫取翼嘛？是不是想要打败其他人，然后成为就是有一辈子是我们两个人？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你跟林黛那么好，在默默把我换掉，然后就真正变成你吗？不会。傻眼，直接被推走。我跟你讲，你冷嘛，对不对？对，今天保证让你热起来。好，今天可以。今天要做什么呢？你来，你，我们要走这个路线，是不是？开腿，有没有？我们今天会让你热。好，因为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我很佩服的工作。你很佩服的工作？我跟你讲，我真的每个礼拜都靠它，我才可以生活。怎么说？很敢说，每个礼拜，我每个礼拜靠它，我才有办法好好生活。每个礼拜都要四个字，每个礼拜都要。我想一下，吃饭呢？我才能生活。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一次按摩，你才能。你很有钱的，每个礼拜都去按摩，赚很多啦，米哥，是不是？那你按摩，你才能就是继续。你看每个礼拜都录嘛，你是不是要通体舒畅一下？没有，按摩有一点点贵。对啊，好啦，我帮你上去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专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录影不会再那么轻松。你是觉得，你是觉得之前好像有一点点小累，之前之后会更累哦。为什么我们加入之后，然后薪水没涨价，心更累，薪水没涨，我有点想哭啊。快来，讲着，快点自录，快点自录我们嘛。我们有胸有胸有腰有腰，什么都有。这边有很多小姐给您选，还有1234这边哪里啊？林那个宇轩。蓝，是呀，全部都走开，很多人都可以给你站平行，哎，是不是？好吧，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今天想必有很多事情要做，先好好带你来见识见识，走。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哎，Hello， 是今天上课的同学吗？对，我们是同学。OK OK， 老师你好，老师好，你好。是什么年纪？好傻眼哎！老师会不会有点？老师有点漂亮。对啊，谢谢。怎么会这样？谁允许你这么漂亮？你们今天到底是要来上什么？哦，你们今天是要来当清洁达人一日课程啊，一个礼拜一次，清洁达人。哎，我跟你讲真的，比如说，原来你这么懒惰。因为今年我真的工作，我真的很懒惰。然后今年就是工作外景比较多，常常回家超多灰尘或什么的。嗯，我真的又靠他们呢，就是阿姨，对，有时候真的阿姨打扫的很干净呢。像我们这种跳舞的，我们回家都一袋一袋的。对，因为我们就那个衣服啊，就是表演服什么的，回家就想说，哎，先放着，所以。久了久之就是这样一坨一坨的。我跟你讲，他们会帮你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然后一个个闻的，不是比较臭了，没有这么夸张，把这个干净的帮你折，折好的时候再闻一次，帮你折好，还要帮你洗，还要帮你晒，是吧？嗯，会，我们如果客户有需要，客户有需要的话，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客制化一些服，我都觉得超棒的，因为你有时候真的一忙，那个洗衣服就会忘记耶。对，我们然后懒得洗衣服，然后懒得换被单。对。然后现在就是懒人商机啊，对啊，是近几年才流行这个风潮吧？对对，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那个家事，对对，有阿姨，你们知道阿姨，对阿姨，像我们这边柠檬清洁，我们的人员其实都像你们这么年轻人哦，年轻人这么懒惰，以前都是阿姨居多。像我们今天那个那边也有同时在上课的人员，对，那因为你们今天两位 special， 我们会有帮你准备另外的会议 special 特训。没有，因为这真的是这样的，你在这边就是学好了，这也是一技之长哎。你知道怎么说？我们都有证照是不是？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的清洁，你要用什么工具去清洁，你的洗碗槽要用什么东西洗，这些东西都是要知道的。那我们都会有就是相当的知识，对，跟专业的工具。我猜你今天学完了，你还是请打扫阿姨。当然啦，好的，我只是学而已，我没有说我要打扫啊。
哦，所以只要进公司之前，我们都要先上课就对了，一定要先，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对，每个人都要经过就是一定程度的 SOP 训练，才可以就是。我不可以自己准备抹布和水桶，然后就说我要帮人家打扫家里。会打扫哦，我超会，我超会折衣服的，用嘴巴摸。哎，我很会形象，不够专业，因为我们是柠檬专业清洁，一定要专业，专业对。好，好吧，那只好上课了。好。抹布的使用，给两位一条抹布，你们就是如果擦桌子的话，你们大概会怎么使用呢？我是擦桌子。对对对，一般来说可能很多人就是直接擦，但是如果一旦对折再对折，我们可以使用的面，我以为是它很好掌握。来擦一下，总共有几面？八面，非常好。你们要用这八面，自己可以记得顺序。那我比较常用的一个顺序是说，我今天擦完之后呢，我会这样子过去。这样子可以把刚刚的脏污弄到后面去，一直翻就可以翻到八面。一直翻就可以翻到八面。像我们绿色的菜瓜布跟白色的菜瓜布有不一样的功效，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度上，这个绿色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看厨房这个红色的，它们都含有金刚砂，金刚砂就是人造钻石。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去刮玻璃，会发生咔咔咔咔，直接刮伤。直接刮伤，所以我们在刮玻璃的时候，就是在刷玻璃，我们是不用这一款的。它要么就用这一款，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找到一个专门刷洗，这就是餐具抹布。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餐具抹布，其实它这个的里面东西它不是金刚砂，它是布织布。哦，那没有，其实我们讲的是干湿玻璃专用，还有所有的物件，因为不锈钢也非常怕刮伤，所以物件抹布全部都会只会用这一款。厕所的物件是什么呢？包含。不锈钢的水龙头，然后我们水龙头旁边是台面，然后它所有的镜子的话，原则上我用海绵或抹布就好了。好，如果它是比较耐，可能不耐刮的东西，尽量都使用，就是可以用这两面清就用这两面清，不要是使用去刷洗。刷洗通常会是干湿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墙壁才会用这个。刚刚这边是墙壁跟什么？地板。对，只有这两个地方使用这个是不怕刮的，因为瓷砖有釉层，不用担心。好，以前你有看到妈妈在拖把，她是这样拖，对不对？她是来回就是直拖，可是这样有缺点，你会发觉上面就是毛发还在上面，然后上面你还是会看到很多毛发遗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S 拖，也就是说它经过每个区域，我们都可以把它包回来，最后包到我们的手上。科技泡棉是这块，它是研磨的东西，它跟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是非常细分子的，非常细分子的研磨的东西，抛光用的。只要是研磨，就一定会发生什么表层，你长期使用，它就会有可能表层的东西就是被你磨掉。然后本身科技泡棉它的成分，可能专业知识一点，给你们一点专业知识，它就是三聚氰胺，所以它遇到热水，它就会释放三聚氰胺进入你的皮肤。所以科技泡棉只用冷水，不使用热水，40度以上热水都不可以使用。好，现在是实习时间，我们老师换成了 Max， 我们擅自闯越其他人家里。硬要帮他家打扫，对，我们的练习场地。这是你家吗？不是不是，这不是我家，这是柠檬清洁专属的练习的场地。可有人住？练习场地对，是有人在住，是有家这样子。对，是有生活的痕迹的。是有人住，然后你们又借他家，然后当做练习场地。没错没错没错。那他就等于每次都免费清洁啊、哦，蛮好的。当然他也会牺牲一些，就是自由的。对。那你们有想要在木栅有一些练习场地吗？我想应该是没问题。或者在哪里？你家在哪里？土城。我想应该是没问题。有一些练习场地，就是我们都可以提供，而且我每天都可以提供。可以，他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每天都会来帮我们打扫，可以吗？变哦，摄影师你自己。想要提供练习场地，你看狂点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排在第三哦，好不好？没有用，没有用。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要从哪里开始啊？我们今天会主要练习几个场地，就是第一个是厨房，因为厨房是所有人
家里面最有需求，但是也是最困扰的。的对、哦，大家想到厨房，为什么要清洁？可能会想到就是油污。所以我们今天就厨房会针对油垢最油污的地方。可是这个练习这么多次了，应该没什么油垢了吧？还是有？哦、你看这里，哎、欸，为什么上面会有花、啊？我现在帮你用一些油垢在上面、啊。花花长那是指纹。我帮你用一些油垢在那搓，在搓一下。那是体垢。哦天哪、啊，体垢，气垢哎，拜托。Oh my god， 治百病哦。不行啊，不行。好、oh、厨房除了厨房之外、第二个会做到就是我们的浴室浴厕、对、那厕所也是好麻烦、厕所一定都会没错、而且就是像早上提到的就是马桶啊干湿玻璃等等这是最麻烦的部分对、当然在途中我们会穿插一些小技巧就比如说玻璃刮刀使用啊、以及平板拖把使用这是最主要我们今天会上课的内容之一、我们就这边来做区分的话我们第一个会一样都是平面的上面的话、我们会先做柜子区还是先做抽油烟机区域呢抽油烟机没错因为它油垢比较多对就是油垢我们早上也有得到一个观念嘛因为我们在做居家清洁最大的两个敌人有分两类一种是灰尘类那一种是污垢类那灰尘类呢就是我们把它定义成我们一擦就可以掉的所以它并不用时间的等待但污垢类不一样比如说尿垢对水垢啊然后或者是油污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先有浸泡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是要先处理它好 OK 那就好一点点水对然后我们大概放一个大拇指的酵素的一戳这样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一半了对你也可以选用倒的用抓的也都可以好 OK 那我们要拉它吗对我们要把它均匀拉它配音乐吗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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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要严谨要严谨太痛要严谨对太痛要严谨 你怎么那么轻松你呢认真一点厕所的部分了，最严峻的就是厕所了，没错，真的，好像厕所干净，幸好，最严峻就是厕所，最温俊就是 Max， 不好意思，你懂说，好了，那我该去休息了，请你了，剩下交给我，剩下交给月子哦，我该休息了，我先吧。严峻到就是我都帮你们准备好工具。哇！那这个，那我们还要戴手套吗？这部分，这里的话就不用了，就不用戴。然后，抹布的话比较多，好，然后目前都是干抹布，待会我会希望就是一条用湿，一条保持干的，好，我们在使用刮刀上面一定要去记住几个要诀，它就是只能用在平面上面，所以说如果是瓷砖可不可以用平的？不行，它有缝缝啊。那一点点是还好，还可以接受。这种瓷砖平的就可以。对，但如果是像那种阳台会有那种洗石那一种，用它就没有任何效果了。对，好，然后再来第二个用它呢，是需要有介质，就是需要有媒介，就是要有水。对，它就是像我们的开车时候的雨刷片。所以我们不会在晴天的时候空刮雨刷嘛，对不对？因为会造成玻璃刮伤。对，那它的意思也是一样。所以说不只是用在干湿玻璃，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拿来做收干用。就比如说我们整个地板用很湿了，也会用啊。对，我们就把它稍微水集中，然后在最后擦，这样会速度会快很多。我们一般在使用白色拆刮布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它全部沾湿。OK， 那我们现在是先全部沾湿，然后稍微挤一下。OK， 沾湿之后呢，把拆刮布拿出来，然后水都不要挤。这时候我们要挤大概10元硬币到50元硬币大小，所以我们稍微就是有点弯腰，就是把它弯起来，这样稍微把它挤。把它挤泡泡挤出来 ，OK， 对，我们要必须把它挤出泡泡来，它效果会最大。好，那我们待会在刷的时候要记得，挤出泡泡之后，当然你的手都会有泡泡之后，我们开始不要让它沾到自己，就是我们在刷的时候用画圆的方式，轻轻的，那看你要从左边往右边刷，还是右边往左边刷都可以。好像在洗车哦。对，类似。那如果你在刷，等一下刷到最后比较干。觉得有点干的时候，你就再沾一点点水，然后再继续刷。
哦，让它最好是有像这种泡泡的呈现状态。了解。如果你等下刷，太没有，就是可能太干，可能变成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代表说你还要再加柠檬去乳膏。那如果你刷，如果是已经快刷不动，你就再加点水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用化圆的方式，然后慢慢去刷它。好 ，OK， 好。好像很专业呢，哦，完全没有漏到窗户外面喷做喷洒的。OK， 然后许一这边示范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如果有时候我们在暗场中会遇到，对，会遇到那种半套的厕所，它是没有连蓬头的。那我们这时候会利用抹布的一个集水性的这个特色，然后去把我们的柠檬去污膏的膏把它冲掉。然后待会会分两边，一个是厕所。然后一个是马桶，然后一个是洗手台。你马桶就这么这样决定的。学姐 ，OK OK， 我刚才要说姐，你来。学姐，那个马桶的部分我来，马桶的部分。那我学姐有没有，我需要接受历练，好不好？历练，马桶的部分都交给我。好，那你之前的单元都没有很累。哎，怎么会采茶？采茶不累，排球可能略累一点点。好了，我新人，我菜，我就菜，真的菜，你要赶快去。好，行，我就那个二学姐有没有？对，我是灰姑娘。灰，对，所以只有灰色。我要跪下来，先放在这边。好。哎，还是我帮你拿。想不到啊，想不到，我也有这天。啊，你可以插在后面的口袋。平常在想嫁人，就赶快表现你想嫁人的那一面啊！那我还是先单身好了。要给我一个十八赖，看看我现在在干嘛。我还要把脚翘在你这上面比较可以。然后还要指你，你这个慧姐姐，我是灰姑娘，快帮我安上灰姑娘的那个皇冠。很干净的马桶耶！我在家都是，你看发亮哎！哇塞，我这真的呢，我们两个好感人哦！天哪，男朋友就会哭。现在收干了，对不对？下手洗别人的，终于在家都不行，不是回家洗，洗别人的，傻眼。好的，我们已经玩了20分钟到客户家，没有了，我们要提前10分钟到。对，我们到了客户家，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服务的人家，我就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因为真是到人家会有点紧张。对，这是不能开玩笑的。对啊，我是一个很频尿的，接近厕所不行啊，就憋尿憋两小，刚刚上面上三次了，憋尿憋两小。对，我们待会的服务项目是两小时，而且听说这会比较宝宝，因为宝宝要更小心很多事情，因为宝宝对于整洁，对，还有一些灰尘啊，比洁癖还洁癖的人。对，而且就是清洁剂都很重要。嗯，我们用的清洁剂是很天然的清洁剂，对。所以他才会选择我们呢、啊，对不对？我在这边聊聊两下，我可以哦，我会聊天，不行。好，我按电铃了，我来吧。哎，宝宝，你怎么穿进去了？你要脱鞋对不对？马上帮你，怎么会太紧张了？太紧张了，马上帮你把这边先消毒一下。你好，我们是今天的清洁专员。
然后要露出灿烂的微笑。你好，你好，防疫期间我们都戴着口罩。对，我是李毅，我是曲毅。然后想跟你确认一下今天清洁的内容。今天预约的是浴室、厨房、阳台跟地板。对，那今天服务时数是预约2小时。好，那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就是例如说，你有什么地方想要加强的吗？对对对。例如说厕所有，就发挥你们的专业哦，就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么信任，很信任我。哇，信任，发挥我们的专业，嗯，没有问题，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还是你肩颈有酸痛呢？我会按摩。你不要想，我们有肩颈，我要在一个有包肩颈酸痛的服务。好的，那麻烦你可以去休息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麻烦了，谢谢。少一颗心，对。对啊，这样我会过到。纪录片，已经被感动到流泪。干嘛？我好像是说哪里还没有不够干净。大概来说，像这种就是比较使用痕迹比较少的，你通常就不会拿那种尼龙刷来刷，怕被刮伤。真的吗？对，我们会。他说刷边上就会有那个小灰尘，抹布的一小角下去。哦，下去这样子边这样擦。对对对对对。再麻烦你签名，真的签下去吗？谢谢。那如果你觉得我们不错的话，可以拖10%的小费到我们付款。我的银行账号给你。好，我也可以给我五颗星。他是请你，我们双底的，好，没谁只有人情。那我们待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再？
加强的吗？可以给我们意见。非常好，非常美哦，谢谢，也很专业，破马分。你这人真的很好哎，就是小费算你免费啊。好，那我们就随便收个东西，然后就跟你们 say goodbye，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祝你有美好一天，谢谢，那既然这样，我们先离开喽。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打扰了。谢谢，拜拜。叮。好好的一个星期六，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出现？对，其他人呢？我们竟然被叫出来说要来打工，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一次发了十个来宾，预算太崩了，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要还债，然后来宾又吵，大家一录完那集都去看医生，因为耳膜要破掉了，好不好？就是、哎，可是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因为陈思雅后台啊。现在今天的计划就叫我们找打工，然后又不跟我们讲说要打什么工，我们要自己找。茫茫人海要怎么找？你跟我说。因为现在很多都会贴在路边啊，什么蒸零食工啊。啊，贴在路边，你有事吗？你说电线杆是？你不要活在30年前好不好？真的啦，真的啦。像这个月末，他30年前，我感受到他应该就是这样子找到电视台的工作。我那时候是他那个，所以。30年前呢？哎，对啊，哇，那你好早哦，你大概是那个最早的那个创办时期耶。哎，陈说时迟那时快，陈真真搬家临时工具大货车驾照。哎，你是不是有大货车？我有大货车驾照哎，但我不想要当搬家临时工哎，搬家临时工，我们只是开车耶，开车。我们去应征开车的，你又没有驾照，那我开车你搬家？我副驾啊，没有嘛，我帮你副驾，我帮你导航啊，导航。你要导航吗？我要你干嘛？我帮你导航。右转导路，300公尺后请回转。我才不要嘞！人体导航。哎，好可。搬家临时工，可是会不会很累啊？进去看看。可是临时工薪水好像不错。对啊，因为大货车驾驶薪水好像也不错。是不是？可是这样子够我们整个 team 吗？还是我们自己打工钱，我们赚了自己用，不要给钱？我们就收完。不行不行不行，蒙坦啊，蒙坦蒙坦，我们要就是抽一点制作费，不然我们制作费也快没钱。那我跟你讲，这段时间不准跟我发四牙哦，这是我辛苦赚的钱，我不要给四牙用。有征那个临时工哦，然后我们想要问问看的临时工的部分，对对对对对，有缺人吗？今天总经理在办公室，我这边带你引过去。那有大货车驾照，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需要去符合的条件。那如果没有大货车驾照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但是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开车。那你就是体力活，你就对我们团队没贡献，对我们团队没贡献，我们就会把你就是跟你 say goodbye。我搬什么？我来要有贡献。你都已经没后排了，你还不多贡献一点东西？我扛。我天！总经理要背吗？背。公然诱惑总经理，我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我怕总经理你要把我操死。不会。要先那个，而且应该也不是总经理叫我们搬家吧？是我们等一下会安排两个我们非常专业的师傅哦，给你们教育训练。因为我首先要先跟两位先讲，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哦，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找临时工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帮一位特别神秘的客人搬家。那因为这位客人非常的特殊哦，非常的 VIP 等级。他是你们的 VIP。对。因为你们搬到有 VIP 耶。他是每个月都搬家。一般客人不会每个月啦，但是他会常常找我们。常常找你们。我知道，那种房东就是有很多个套房的那种。我们之前有朋友，他们家就是在哪里一整栋楼有很多套房，然后那种会不会就常需要搬家公司帮？那种会需要，因为流动性大，对不对？会，对，所以有可能是配合的那种算 VIP 客人。
对不对？对，有可能包租婆，包租婆，包租婆，对，包租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习怎么搬家了吗？对，我们一般到客户那里，我们会先看说今天要搬迁的东西。嗯，然后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沙发，那我们在搬运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应该有的保护。保护它。对对 对, 對。可是如果客户家没有电梯怎么办？就人力啊。人力。对。那住五楼顶家怎么办？那就爬上去啊。如果他刚好停电住十楼呢？那就继续爬。Oh my god！ 搬家公司好伟大哦，我绝对不要进搬家公司。然后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好可怕哦！好吧，那所以客户的东西要先保护好，对，要戴套。哎，对，这样才安全。谢谢安全，谢谢零八七的解说。不客气哦，零七八。脚也要包包，对对对，因为边边角角可能都会撞到。哦，那这里露出来了，等一下他们会盖一条绳子。然后一般的话，我们就是怕这个套子可能会滑动，那我们就多加一些一条绳子来加固它，这样。哦，好像在包礼物。对对，一个圈拉过来，拉过去。哦，然后这个圈一定要在这个锁的下面。是为了怕绳子从这个锁跑掉。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固定好，所以要把线收在这边。那等一下你们两个人嘛，对，就是我们针对电梯用的板车。哦。那这轮子是特制橡胶，不会伤到地板。橡胶。橡胶。橡胶。不会伤到地板的橡胶。然后一般的话，我们从侧面，这样拉过来，翻过去。怎么好像很简单哎？怎么好像很轻松啊？所以你现在要拆开，我们重新操作。没错。新进人员一般我们不会就是需要他很快，但是要安全。新进人员是要培训一段时间。嗯，对。有女生搬家吗？你们是第一个。哇，我们是第一个女生搬家哎。往下拉。哎，这套子很重哎。你连套子都这个把顶住啊，顶住啊！这个我顶了，不要抱好你，我顶了。他一直跑来跑去，不是你，你先站好，这边要听到。我们先把沙发摆好，我们先把沙发，你先把脚顶好。哇！哦，对，哎，那个脚还没套下去，哪里？那个脚，那个脚，脚，你要脚。对对，套下去就然后上面固定了之后，一只手按住，然后再把这边整理一下，拉下去。对对对，这样。哎呀，好了，换这边，这边后面，后面，后面，后面也要拉。哎，拉是下面要包到，对对，要整个拉起来包到，对不对？你可以一个人稍微抬高，哎，然后另外一个人把绳子大概拉到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对，然后还要这个要这样盖着，要拉多紧啊？大概有就不要太紧，因为你太紧的话会把这个拉压下去，对对对，再紧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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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有固定住就好。哦，好紧，打活结，活结就是好拆解，这样子，哎对。这样那个就不会去按到，不小心按到开关，它就跑掉。等就把它收短，我们才不会去误触到。然后绑起来这样。对对对对。好。一般就是大概维持这样斜斜的角度。你斜斜的，我要把它对，然后它翻过来。我把它翻过去哦。对，它翻过来要帮忙它这样拉一下，会比较省力。对。OK。我累了。OK。我只搬了一个家具就这样累了。对啊，我们家很多家具要搬吗？他该不会给我全部都是这种吧？大家具、大衣柜、大电视柜。好，好难转哦。部分完成了。对。那下一个呢？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床。一般我们都是要训练，就是比如说，你要先把床先离开一点，然后用出我们的床垫保护套。那要分方向，我们看我们的名字，就是正的，对，就是正的。然后先套出下面的脚。床垫都超重的。拿好了之后，好，再一起把它搬起来。搬起来，这边会有六条绳子。六条绳子要绑起来。对，这样才不会跑掉，套子才不会容易跑掉。每一个都打蝴蝶结，去到那里才会好拆解。那这是最基本的哈。好，来，那我们就一样再回复上一段哈，要换你们操作一次。
我腰好酸哦，天啊！他先把，哎，不是把床垫搬出来一点。对对对。哦，要先搬出来一点。对，搬出来一点。你有没有抬啊？你讲，你不是拉拉队吗？好重哦，很重哎！你不是拉拉队吗？希望他是单人床，他一个人单身嘛，对不对？对啊。他如果跟我睡什么双人加大，我真的会生气哦。我也会生气。这样子。脚胶，他说这个要脚胶，脚胶，脚胶。然后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塞进去，对，塞进去，真的。然后哎，数到三把它扶起来。好，一、二、三。啊啊啊！太危险了！太危险！谁说你们这单元找明轩的？他会杀死我哎！放弃了，真的很累哦。中午应该订便当的。我觉得我等一下会砸死李毅耶。你觉得你现在差点要累死我了，你笑死。把你绑进去。对呀，走。你说的。我看你怎么绑啊。OK OK， 还有一条，还一条。总共六条，你怎么一条都还没绑？好难绑哎，这到底怎么绑？就绑蝴蝶结。不是啊，不然你看你拉紧之后，然后你要绑蝴蝶结的时候，它就会松开。不会啊，它有什么用的？蝴蝶结也不会绑，好累哦，天哪！好了 ，OK， 那要上车吗？对，一般的话我们这样子就进电梯直接搬上车了。用手搬？对啊，就。用手搬，他跟我开玩笑吗？好累啊！那我们搬家公司真正辛苦的地方是在爬楼梯，跟一些公寓的运作，所以今天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是如何负重，那技巧在哪边？放心，冰箱不是你们的，等一下我们会示范给你们看。我还没吃早餐呢，是不是要订便当？是不是后悔没有订便当？我们基本上不会完全都是靠手部力量，对，我们都会借身体。的力量跟脚的力量，所以我们搬不会把东西搬在胸前，对，我们都会借我们东西会被夹在后面或是吊在后面，对，我们正常运作会把这个篮子装到全满，那我们运作超重，对对对对，那新进同仁就是一个练习施力跟出力，那先以不求重。求姿势，要正确才不会受伤。这样抓好之后，屁股稍微顶一下就起来了。哦，一个身体一个习惯运作。啊，这好累哦，好累哦。怎么会？这有比跳球场累吗？累，这比跳球场还要累。半个蹲啊，卡在腰间，对不对？没有没有，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对，大概你的屁股正后方。尾椎，尾椎。对对对。往前拉，然后往站直起来，这样，对对对对对，其实很轻啊，很重吗？这样，你要我上楼梯，我不想，这个上楼梯很啊，好像蜗牛哦。你会觉得腰跟那个负重力是没那么大，因为最容易受伤就是腰，可是你会觉得手好酸哦，在哪里？尾椎哦。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屁，好重哦！谁这么重的？走一圈，走一圈。你要正直一点啦！明明就很重。你为什么有种七爷八爷感？很重哎！很重，可是你不会觉得腰的负重有那么大？对。可是手好酸，手超级酸的，手超酸。所以它是这样，对不对？那为什么手板就会酸吗？对，手板就会酸。手那么酸，因为是你平常用不到的肌群。这样。哎，对，标准。哎，你的好标准哦。对啊。对对对对。我去上个楼梯哦，拜拜。拜拜。等下就交给你了哦。哎，不行，这手很酸。我帮你粘胶带。而且它会有点往下垮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要调整身体的姿势，这样这样它不会往下滑。所以每个人角度可能不一样。对对对。哦，因为我刚刚滑，哎，手好酸哦。
那一般我们搬的时候，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它外观是不是哪里已经有出现问题啦。那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先跟客户告知。就租车的道理，对对对对对对，一样。先看。基本上我们可能会从侧面开始，因为背面跟正面都是属于比较软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可能大会从侧面。然后一开始我们就会跪下去，然后用最低的位置，然后把手伸到后面去，然后屁股往上抬。好，你往后推一点。这样怎么站得起来？对。好，把脚伸起来。萌萌，萌萌站起来啊，萌萌。对。哇塞。好，这样就可以走了。对。我怎么看起来好像？他可以单手啊。然后怎么起来就怎么回去。哦，好辛苦哦。我不行。我的猜拳。你说的是剪刀石头布。机车哎！天，加油！所以加油！要跪着，对不对？对。然后手这样，对不对？先跪下来，跪到最低。对。然后两只脚。哇！几拍蛋呢？这样子。对，然后先把东西往前面。哎，小心哦！这样子。不勉强。可是我的脚是这样子吗？对，没错。你如果可以再更低一点，会更好。这样子。越低越好。对对对。好。然后这样。对。往前。往前。哎。然后嘞？然后屁股往后顶。往后顶，屁股往后顶，往后顶。哎，对，好，放心。因为还没有离开地面，那我们让你试一下它在身上的感觉，可以吗？可以。我放手了。放。等一下。其实借用身体的力量是大很多的。真的哦。嗯。我现在就是一个桌子。我可以。可以。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行啊！我寸步难行哎，我天哪，好可怕哦！我跟你讲，你放上去没有觉得特别的重重或什么，是因为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太平了？就是我整个很平的，对，是你的手的力量，可是都没有。如果你不平，你那个会滑下去，不是吗？可是你平，你就没办法走路啊，真的没办法走。嗯，太平的话，因为你已经到这样，你已经看不到前方，你不知道前方的路是如何，所以我就等于有东西在我背上而已。嗯，这太难了，累哦，想睡觉，想吃饭哦。好啊，我今天大货车驾照终于要派上用场，虽然不是十吨，但也有个三吨呐，各位。一趟上去哦，好多哎！对啊，待得下吗 ？OK，OK，Go。Okay, okay, go. 交代，这个对，在我手上。这小小的推车，他好辛苦哦。他好像蛮好用的，好像可以买一个哎。他可以按那个延迟关的那个。哎，这动作很新哎。在这里哦。哦，真的好新哦。看起来就是在这里。哎，你好，哎，你们已经到这边了，可以不用脱鞋了吧？哎，要打招呼吧？哎，他睡觉了，睡觉，谁在睡觉？这时间睡觉是对的吗？他是要可以脱鞋吗？快快快！没有让你演干嘛？你干嘛？我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搬家？你怎么来我们节目啊？好可怕！哇塞！哦，继续演情况剧啊！你那个玛丽亚对不？啊，你爱丽丝啊？我在电视看到你。我们还有未来，
很热，我在那边躺很久，而且哎、欸，约好一点，你们一点半才来。喂，喂，喂，你坐一那边，我是一点半才来。我业主，你在这儿说，气死我，气死我！你干嘛？哎、欸，我是业主，你知道对到业主要扣钱，你知道吗？为了你做一集节目，你才是呀！哎、欸，他有后台的，是不是？他怎么会有后台的？气死我！现在你要请我们吃饭，你先帮我办。你们早知道是他哦、喔，我满意一点。骗人，骗人，演都不像哦、喔，这个再演就不用演了，懒多了哦、喔。好热，我还在扮装。是要麻烦家。恭喜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帮我搬家。啊、你那打包好了没啦？我就是来等你们一起打包啊。没有，啊、在干嘛？在等你们来啊。不是，他不是还说什么？他业主还在打包。他说业主早上打包，对，我去把他打包好的东西搬走。想要早点来都不行。真的吗？对。那我就留了一半给你们包啊。什么意思？留一半给我们包干嘛？还不错吧？没有想要。阿、啊、爸，你刚刚教育训练是做什么用的？我你要吵架是不是？这个是浴巾还是小贝贝？我的小贝贝啊，成年老贝啊！你敢闻哦？那二十年都没有洗的哎、欸！好恶心！乱成这样不整理，然后我来帮别人整理别人家，到底是在哈喽？耶！业主业主还招待披萨哎！犒劳一下你们今天的辛苦，这真的是你定的、喔。对啊，怎么样？我以为是制作单位订的，傻眼呢，真的很没心。因为原本要煮火锅，可是因为来不及，因为有人六点要走，然后有时间的压力，我们剩半小时，谁六点要走？没有办法煮火锅，谁六点？你旁边那个，我六点要走，所以我们只能先叫披萨，不然我们原本要开个火锅趴。哦，都是因为我旁边那个。然后 他今天好像搬家也没特别搬到什么，他今天一直在我旁边碎念呢，就是有我有听到，你真的怎么不丢？然后他在挑你的衣服或者挑你的其他东西，对，然后我在帮你减少东西，一个家里比我多东西的人在帮我减少东西，对，断舍，我帮你断舍离。今天这集发他，我就满头问号，因为我想嘛，这只有我有扣啊。就是没有想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要搬了，就是很快就找好了。那你当时找的算快耶，很快，因为我平常工作就是太忙，我一定要赶快一天内要弄好，就是可能比我逼自己一个礼拜内要找好。蓝姐在讲说她工作，对，她赚太多，然后你刚说你比较有空，然后她说她太忙，然后呢她没时间，所以她要利用我们这些资源来帮她搬家。OK， fine。没事，我搞懂重点了，兰姐，她没时间搬家，我们就必须你知道吗？对，就动员我们这些人来帮她搬家，她特别出击帮她搬家。对，这个节目又很赶，怎么负能量这么满啊？吃披萨，吃披萨，来，好啊，就是要好感谢我们一下。是不是等一下应该要让我们去按摩？太谢谢你，有旁边有按摩店，有。好吧，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喽，那就这样喽。下次如果要去明轩家，我不会去哦。明轩家可以拍那种整理整理的那种。
哎，整理还好啦，不用搬东西啊。断舍离啊。对啊，你可帮我擦一下。没关系啊，因为他说算了，来，我们快点结尾。但是十分钟前讲的话，算了，好不好？算了，我不会去你全家哦。期待你们来我家哟。谢谢你们帮我搬家。哎，辛苦你们了，爱你们哦。一读，你跟着，感觉到了吗？有感觉到我的爱吗？没有没有。